大家好，啲小，我今次就介绍一架 Tiny 微影同呢个 Toysun 嘅合作推出一架车，咁就系呢架，系啊，呢架嘅 Toysun 嘅限定客制版，系啦，Toysun 开业20周年玩具跳蛋市集2周年嘅客制版，限定客制版啦。咁淨係 Toysun 天悦廣場門嘅地帶先有得賣嘅啫，嗨連門市啊，周圍啊，嗨連門市就冇得賣嘅，80間又冇得賣嘅，係啦，就因為呢個係哥度嘅限定，而唔係嗨連專門店限定，所以就冇得賣，同埋都個盒比以往大咗好多。大咗好多，你咁样好似唔系好觉，一成对比就知大咗好多。呢架应该系3月噶嘛，系3月发货，所以个盒顶都系写3月嘅发货嘅英文啦。啊，3月发货英文，同埋有个月字嘅 logo 喺度。咁呢架车就粉红色，几特别，粉红色，我就唔係好清楚三月係咩啦，因為我就唔係好了解嘅，同埋冇乜買過三月嘅嘢，所以唔清楚，係啦，咁就一個盒先啦，周圍有 Tiny 啊，Tiny 嘅資料嗰啲啊，盒底白色，盒底白色，啊。有 KMB 嘅 logo， 即系个 logo 啦，同埋贴纸，同埋 KMB 嘅 Facebook 专，即系 Facebook 专页同埋网站啊，仲有个印多咗就系印多咗个开心嘅网站啊，同埋电话。咁 Tiny 咧，电话喺度 ，OK， 冇印 Tiny 网页喎，反而 ，Oh my god！冇人睇連網頁 Instagram 嗰啲，唔知唔理啊。咁啊 ，KMB logo 啦，個盒都幾靚啦，真係。咁啊，路線就係102去咁咩？筲箕灣啊嘛，筲箕灣。你睇下，架車唔係長啊，唔係高啊，係咁大個盒，架車咧，架車得咁細嘅啫。嚇，咁大個盒，架車得咁細，點解咧？睇架车先，你记唔记得盒入边系有张嘢噶？就系因为为咗摄张嘢，摄张咁嘅卡，咁大盒嘅嘢啦。啊，平时嗰啲咧，平时嗰 size 咧睇啊，平时嗰 size 咧系啱啱好装两大车嘢啫。而家多咗个卡啊！類似 Tiny ERP 嗰啲卡一樣嘅質料啊，就係寫 Tiny 巨龍12米，跟住啲玩具地帶啊，呢架車資料咁咯，係咯咩啊？呢個3月八貨嘅英文名啊，3月八貨呢個下邊呢個位咧係好似啲模型咁咧，係話 number 幾多啊 ？number 幾多限定幾多？限定2000架，呢架第1450架，即系咧，好似有啲模型嗰啲嘅啲咩证书咁，只不过呢架唔系模型，呢架系 Tiny 嘅细嘅车仔，所以佢用卡嚟整呢啲类似证书嘅物体嘅，系啦，所以其实超搞嘢，超搞笑，简直。所以就吓，我一定整呢张卡，所以个盒就比较大啦。应该系咁多架 Tiny 整咁多个盒系最大嘅。系又整过呢个12.8米嘅版啦，12米个盒啦，啊10.几米个盒啦，同埋原个 Tiny 最细个盒就系呢架，就系呢个盒。系啦，啱啱冇包住成架车嘅啫。由最小的 size 去到最大 size， 你睇下相差几大，
应该我暂时坐最大嘅盒咯，应该唔会再有大嘅。一张卡可以拎出嚟啊，我觉得，拎住我都唔会拎嘅。呢个有100入去咯，系啊，写1:110嘅度。我呢个就系咪车嘅 number？ 系应该系车嘅 number 啊，车型啊，车型嘅 number 系3:111，我谂系啦。咁啊，有当然是公司名喺张卡度。张卡粉红色好系啊，配合个车同盒都系粉红色，所以张卡都系粉红色为主，红色边都有少少系啦。系啦 ，Plan B 啊 ，Tiny 啊，同埋玩具地带嘅 logo 喺度。跟住后呢度就印咗呢架车嘅相啦，一啲字眼啊，有三秒 logo。系啦，咁就唔理张卡啦。唉，介绍架车啦，唉，真系介绍架车啦。个盒啊非常之大，架车咧细到乜咁。咁啊，车嘅资料就102去筲箕湾，102去筲箕湾。咁呢个应该就系啲车型编号嗰啲嘢，唔知系车厢编号，即系个车型编号定车厢编号啊？唔係好似，即係出廠編號，啊，車牌 DK6142， 有 Dennis 嘅 Dennis 嘅公司名，公司 logo， 哦，有 L 廠呢架車去，係咪荔枝角嗰啲啊？荔枝角去筲箕灣，定美係美孚去筲箕灣好似，美孚去筲箕灣。咁11月19日係三月尖沙咀新店開幕啦，所以20周年應該11月嗰陣時開，11月出嘅呢架車，11月出。有啲口號啦，新形象、新意念、新姿態，優美站新，11月19日三月尖沙咀新店開幕，3月8日。車尾架車主要是粉紅色，跟住有少少白色同埋紅色，係紅色。係有三月嘅英文啦，三月嘅英文。冇呢邊冇，印咗三月，印咗三月 logo， 印咗三月 logo 個月字，係。咁有呢个载客量，印咗旧阵嘅巴士公司 logo。乜呢架车就冇印 KMB 啦，冇印 KMB 嘅字眼喺度啦，应该唔觉啦，系啦，个车牌就搬上嚟，由呢个位搬上嚟。个车都系黑色，一撇咁啊，黑色。OK， 而唔系黑色胶，即系个胎黑色。系啊，入边嗰个车轮啊嘛，系银色嘅。系啊，咦，架全黑嘅，完全变咗全黑嘅。即系冇 KMB 嘅字眼，有 KMB logo。啲 KMB 嘅公司 logo， 啊，印咗嚟呢度一度，系啦，由原本 KMB 嘅呢个 logo， 连98服务嘅进步都冇啊，完全系消失咗，冇印咗落去，斋呢个 logo 咁搞嘢，对唔住喂。系啦，车顶就粉红色，佢系比呢架靓咗好多，比圣诞巨龙都靓咗好多。我系中意呢架，即系广告嚟讲，我系中意呢架，呢架系靓啲，靓过圣诞巨龙咯，我觉得。
我咧就唔係好睇，即係唔係好太中意粉紅色嘅嘢。佢唔係全粉紅色咯，如果全粉紅色咧，一架巴士全部都粉紅色咧，我就有啲麻麻地啦，即係唔係好中意啦。如果佢係上半 part 係粉紅色，下半 part 係白色或者其他顏色咧，我覺得 OK 啊，接受還可以嘅，係啦，個設計。睇睇，嗯，罗马加上翻龙，嗯，一只争一架啫，系啦，应该系争一架，就争个训练巨龙，咁就圆满啦，就储齐晒啦，咁啊，迟下先买训练巨龙嗰架，因为嗰度买到一开箱买到。偏貴嘅，係啦，我網站開箱賣280，我出即係我網站賣咧，即係喺嗰啲拍賣網度賣咧，170幾都有一架。咁我今次呢一架嘅微影嘅呢個開箱核年壓製版嘅三門，大時巨龍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咁就。中意就 like， 記得 subscribe， 有咩同我講喺下面留言。如果想 follow 我，咁快去 follow 我 Instagram、Facebook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